哎，黑长老，黑长老，黑长老，啊，黑探头，梁山到了，啊，到梁山了，还笑，是个浪子，问个路就去了半年。你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此放平，若被官兵碰上，啊，爷爷连东京都闹的，还怕他几个乡野官兵？等等等，不是你大闹东京，也不至于和宋大哥他们走散了，害得我跟着你不敢走大路，绕着圈子回梁山。你问了没有？还有多远？哎，还有七八十里，正南面就是梁山大寨了。哦，走，快回去，免得宋大哥不放心了。好，走走，就你性急。哎呀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大哥，你不是早就让人饿了吗？哎，那是一条黄牛啊，俺也吃得下。还不如找个客店先住下，先填饱肚子。天色不早了，明日再走。哎呀，啊，又是客店，寻一个大户人家有酒有肉，不比客店强啊？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好好好好好，就依你的嘴馋。就这家吧。还是再下桥吧。主人家。主人家，哎，哎呀，谁呀？娘的，你娘的！哎，小大哥，小大哥，行路人多有打扰，想借宿一宿。哼，啊啊！今日家主刘太公正在忧愁烦恼，请二位恕罪，到别处歇息吧。恕罪，恕罪啊！那好，别入去吧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烦恼，俺专找烦恼的人说话去。哎哎！刘太公啊，快出来！哎呦呦，刘太公来了，快出来呀，啊！俺有话说。别慌。刘太公，刘太公，黑探头，黑探头，你这样炸雷般的吼叫会吓坏家主的。俺又不杀他，只是问他借不借宿，就能吓坏他呀。你，太公，你看，你看着安排就是了。这事也得问我，还嫌我心中不乱是吧？是，即刻安排，即刻安排。夜半更深，你哪里去啊？
你这老儿，莫非你这是成心诱人呐？俺昨日要借宿，你便烦恼；俺夜里睡觉，你便又哭又闹。客官，莫非是嫌俺搅扰了你啊？岂敢，岂敢，还岂敢？你又哭又闹，为何不让爷爷睡觉？对，李大哥，说呀，李大哥，李大哥，哼，太过，李大哥，太公，夜半打搅，多有得罪。客官息怒，罪过，罪过，打扰了二位的好梦啊！啊，好梦，哼，还没睡呢，哪里来的好梦啊？哎，太公，不知二老如此悲伤，有何等烦恼之事啊？啊？哎呀，你倒是说呀，为何哭泣呀？李大哥，李大哥，是啊，太公，休怕，他是丑脸钟馗，面恶心善，你有何等惆怅之事，尽管说来。那是，哎呀，你倒是说呀！哎呀，李大哥，你的舌头呢？客官息怒，老汉的小女昨夜被强人抢走了。哎呀，我再也看不见你了！你会哭坏了！你的眼呢？别哭了。哎，老张，到底是谁抢走了您的女儿啊？对，老张，你可知道他是何人？不听也罢。哎，老张，他到底是谁呀？倘若说出来，会吓坏二位的。什么？他比老虎还凶啊！俺到底要听听他是何人？他便是山寨上的宋江。什么？你呀，可不该说呀！哎，再说一遍，哪个宋江？是梁山伯大头领宋江。啊，哪来的？告诉你，要是有半句谎话，俺扯住你的胯骨劈作两半，把你的家烧个片瓦不留。客官，句句事实啊。俺不信。我何尝不希求是假的？说死也不信。可千真万确是宋江，何如之身呢？若有半个谎字，上有天下有地，让我全家天诛地灭。你说是宋江，他什么模样？五短身材。多大年纪？35、6。哪里口音？地道的山东口音。你如何得知抢你女儿的便是宋江和鲁智深呢？客官，绝非老汉杜撰呐。前日里来了两位单身客官，他们要借宿一宿，老汉便欣然应允了。既是单身客人，为何还要抬着小轿呢？据他们下人讲，是来接女眷的，老汉也就解除了疑虑。
当老汉款待之时，他们个个道貌岸然，彬彬有礼。老汉便询问了他们的高姓大名，他们说一个是梁山上的大头领宋江，一个是好汉花和尚鲁智深。老汉向来敬重英雄豪杰，便请出了我家的老妇人和小女来敬酒，以表示恭敬之意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人来了一场风来的横祸。把你的姑娘嫁给我们头领。师父，不成啊。这小女早已许配他人，可惜无福，请大恩人另选压寨夫人，多加美言，多加美言。老张，休要推辞。不，宋江乃天下第一替天行道的头领，在此君王的荣华富贵不比那无名的令婿强啊。不成啊，见异思迁，退婚再嫁，这天理不容啊。天理？哈哈，你若不嫁，宋江的118个兄弟岂能容你？不，说到底硬不硬？丈母娘，快开门，小婿有话要说。娘怎么办？老岳母，不若不开，现在小婿你来了。我开门。是。娘，不能！嘿，赢不赢？赢不赢？不，老贼，到底赢不赢？不能！你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嘿！汉所言句句事实，这是他们留下的信物。宋头领抢了你女儿，好办，俺立即讨来还给你。哎，李大哥，客官，客官三思啊！客官，你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啊？老张，莫怕。过去他是俺心窝里的大哥，俺不是对手。可如今，嘿嘿，他十个也不是俺一个人的对手。老张，实话跟你说吧，俺就是水泊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。哎，他就是浪子燕青。大哥，老汉不知二位好汉是梁山伯宋头领的弟兄啊，就当我没说，没有这回事啊。哎，老张，你放心，谁做了对不起梁山的事，就是俺亲爹亲娘
俺也不宽恕他。大哥，上哪儿啊？哎，走啊！黑探头，黑探头，黑探头。黑探头，你休要信他，也许是以草覆木，假名托姓，另有缘由啊。哼，你休要再向着那个山大王，俺的板斧可不认识你燕京。哼，黑探头，你千万不要鲁莽。黑探头，黑探头，你千万不要鲁莽。休管你。哎，我们是梁山义军，为民除害，替天行道，替天行道，替天行道。奶奶的，头神又惹出事来了，莫非一路上他又狂喝暴饮了？没有，那他是为了何事？只是为了休要你舍他长。李头领，李头领，使不得呀！头领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哎呦，李头领，哎，李头领，叫他自己说，他又不哑巴。叫他自己说，他干得好勾当，给咱梁山添足了光彩。他犯了欺天大罪，你要当着众位兄弟的面说明白。你说过山寨有令，天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李逵，你上得山来发狂发癫，砍倒了姓黄旗，又口口声声说我犯了欺天之罪。李逵，你说俺犯了何罪？俺问你，你却来问俺。自认识你第一日起，俺就把你捧在手里，钉在头上，揣在心里，可俺没想到你竟然去抢了人家梁家民女回来，坏了俺梁山的好名声！你拿头来！大哥，休得无礼！闪开，闪开！秦牛，不得无礼！休得无礼！闪开，不干你的事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，你这个拉皮条的秃驴，放手！然后还有撒大一手！放手！你们护短！宋江！走！干什么？李逵，你说俺抢了民女，有何凭证？有何凭证啊？李逵兄弟，休要伤心。
只要讲出事情的缘由和经过，定有公断。哎，说呀，你只顾哭什么？谁哭了？俺是热的出的汗。肃静！俺来问你，你那崔丽佩玉哪里去了？前几日下山不慎丢失了。哼，你可是丢得好啊，丢得妙啊。看，这可是你的。嗯，正是为兄的，如何在你这里啊？啊，看见了吗？哎，这便是铁证。金车哥哥，你且问问他。都看见了吧？还有那秃驴，你们抢的良家妇女，抢的压寨夫人，藏到哪里去了？你。你这黑头在哪儿灌醉了黄汤，满嘴胡咬。好，你这个铁牛啊，哼，从东京取道回梁山，走的尽是大路，且同行有两三千军马，倘若我等让人去抢亲，能瞒得了何人？即使抢来了，放在哪里呀？你如若不信，可以到寨中去搜查。嘿嘿，俺不上你的钩。嘿嘿，你是一寨之主，山寨护着你的人多，偌大个山寨还藏不下个把人。告诉你，宋江，你要不把刘太公的女儿送回去，宋江，你这个畜生，你休怪俺铁牛，到时候杀了你。李逵兄弟，李逵兄弟，你如此说法，岂不伤了宋大哥的心吗？他还伤俺的心呢。宋大哥，我看这其中必定是另有缘由啊。嗯，好，我与你下山当面对质。好好，对质就对质，洒家也一同前去。哼，自然少不了你是秃头。你，哼哼，只要刘太公一点头，俺先杀了黑宋江，再把你的秃头砍成两半当瓢使。哼，好，倘若对质不是，洒家也随不着你。哼，你放心，倘若冤枉了好人呐，用不着你动手，俺自砍下这个黑头来。嗯，空口无凭，愿你记着。好，李逵，到时候你可不要反悔。对，莫反悔。反悔？哼，吴进士，嗯，这位兄弟，你们给做个见证人，吴进士给立个金印状。贤弟真认真呐，大哥，你看，嗯，笔墨伺候，军师。嗯，呵，真立金印状。李逵兄弟，画押吧。啊，好。哈哈，军师哥哥，给念念吧。好。据传言，宋江、鲁智深抢刘太公之女杏花姑娘一事，议定一同下山当面对质。若无此事，李逵情愿砍下他的黑头，口说无凭。李逵愿立此军令状为据。李逵兄弟，来来来，画押吧。不妥不妥，你只说若无此事砍了俺的头，若有此事呢？好好好，
热有此事，宋江、鲁智深情愿受李逵处置，如何？哎，还算公平，给。你急急忙忙，莫非是想早见到那泰山丈人？他好有安排啊！啊，嗯，好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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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景色宜人呐，啊。平日你们走得飞快。天今日慢慢腾腾啊！哦，莫非要逃脱了？哎，李逵兄弟，大哥，你这个黑头可好难伺候啊！哎，智深兄弟，咱们就紧紧跟在李逵兄弟的后面啊！什么什么？紧紧的跟着？啊，你们想在背后捅俺一刀啊？不是。谁也受你这醉汉的阿德气，洒家不去了。啊，眼看快到了，你害怕了？洒家怕个屌！那就请啊，走。啊，老赵，啊，俺把宋江、鲁智深扯来了。老赵，啊，你要仔细相认，不可胡说。是。你，哎呀，进来。哎呀，众位头领，老汉不知众位头领驾到，有失远迎啊，恕罪。老丈休要多礼，休要多礼，请请。我们是来对质的，请坐，请坐。烦你多费心了。哎呀，都怪老汉给诸位头领添了许多麻烦。坐，老丈多有打扰了。哪里哪里，没你坐的地方。啊，好好好。老丈，小可便是梁山寨主宋江。谁让你住嘴？老丈，只管认他。老丈，你需要怕他。哼，他此刻呀，只有怕俺。尽管去认他。哎，是不是他抢了你的女儿啊？哎，就去，就去。老丈，就去。啊，你看，可是我吗？老丈，可是他啊，那人的脸庞也是这般黑，嗯，身材也不差，好，只是相貌，相貌不同啊。怎么会相貌不同啊？你怕他？老丈，休要惊慌，你再仔细认认。仔细，好汉，不是他，是不是你忘了？老汉的仇人哪能忘啊！太婆，你看，可是这个宋江？不是的，嗯，老身从未见过。哼，好，老二。你好好认识大家，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黄和尚啊？啊，你这个秃驴，你瞪着两个铃铛大的眼，人家等个行人呢，把眼睛闭上。哎呦喂，哎哎，好汉，好好汉，师傅，是不是他？这位师傅越发的不是了。啊？怎么又不是了？哎，那人是个带发的头陀，这位师傅这是和尚。嗨，俺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俺们都是梁山上的英雄好汉。所言极是。宋大哥早就说过，
俺们梁山都是替天行道、为民除害的仁义之士。哎，宋大哥，对吧？哈哈哈哈！哎，金石哥哥，听到了吧？不是宋大哥，哈哈哈哈！定是你认错了人。罪过，罪过，定是贼人假冒了二位头领。嗯，宋头领，各位好汉，都怪老汉误中了奸计，错怪了好人，老汉赔礼了。咱家不怪，咱家不怪。老丈，赔礼了，不必介意。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嘛。啊，对，老丈不害怕，俺宋大哥不会怪你的啊。告辞了，多谢了。回寨。嗯。哎，大哥。回山寨再理论。哎，大哥。哼。秦曼，李大哥。哦，兄弟，你来的正好。等俺砍下这黑头来，你就交给宋大哥。就说俺对不起宋大哥，对不起梁山的众位兄弟。哎，这活我可不干啊。隐形兄弟，俺就求你这一次了啊。不不不，你那头砍下来倒容易，可冒名顶替，诬陷宋大哥，坏我梁山好名声的贼子，就饶他不成？俺就是变个鬼，也要捉住那两个贼子。那你还要砍下头来？俺立了军令状了，想捉那贼子也捉不成了。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啥主意？你学那古书上负荆请罪啊。负荆请罪啊。负荆是个啥家伙？你光着脊梁，背着荆条，跪在地上磕几个响头，让宋大哥狠狠地打你一顿，让他饶恕你呀、啊？不不不，哪有这砍头痛快，羞死人了。嗨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谁还笑话你呀、啊？啊？好，豁出去了，反正俺铁牛错了，俺砍个大的，叫宋大哥狠狠地打。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这是做什么呀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这叫砍杀！闪开，闪开！啊，这是来人错了，大爷，错来了，哎，错来了，哎，大哥，砍什么？闪开！看看见，好好，好好，好好，李大哥请罪来了。你错来，错来，是。少见，快去呀！去，快去！真认罪了，大哥。哎，戴大哥，瞧见吗？不愧是砍柴的啊！哎，李逵兄弟，你得多砍一些呀，如何就砍一根啊？肃静！李逵，你如此，便饶了你不成？哥哥，是俺铁牛的不是了。看在俺负荆的份上，用那大棍子狠狠打俺几十棍，叫俺铁牛以后再也不敢莽撞了，还不成？不成！你洒家赌的是头，打你几十棍，你说的倒轻巧，你这秃和尚，烧烤香吧！你这个无头神，听风便是雨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砍倒一旗，
大闹忠义堂，寨中兵多将广，全是你这等行事，岂不乱了山规，成何体统？哥，只因你是我的兄弟，便无罪了不成？哥哥，安铁牛知罪了，俺是想要割下头来倒不疼，打俺几十棍子倒疼得厉害啊。二位哥哥，是吧？嘿，也罢，北山寨为哥哥就是割下俺的头，俺铁牛也心甘情愿。妈，来吧。大哥，铁牛兄弟铮铮铁骨，敢于无私犯煞，为了保山寨名声做错了事，今已自责认错，请大哥宽恕了吧。大哥，宽恕他了吧。大哥，宽恕他了吧。大哥，饶了李大哥吧。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他已认错，就饶恕他吧。大哥，饶了他吧。大哥，饶了他吧。大哥，既然诸位兄弟要我饶恕他，李逵，你必须捉到那个假宋江，救出刘太公的女儿，我便免除你的死罪。这戴罪立功，如此甚好啊！戴罪立功，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大哥，你把别人抢都抢不到手的好差事，却给了俺，俺一定把那贼子捉回来。大哥，咱家兄出这口恶气，少不得找那贼子算账。袁大哥，叫我和李逵兄弟一同前往。好，待捉到贼子之后，小谕百姓，号令四方，以正我梁山之名。哪儿跑？哪里？交出刘太公的女儿来，快，交出来！饶命！说，你把杏花姑娘藏哪儿去了？好汉，小人哪敢抢人呐？只不过是偷了个包袱而已呀。不说。俺看你个二舅！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我说呀，我说，离此间15里，来了两个强人，他们占了牛头山，一个叫王江，一个叫董海，说不定是他们干的呀，大人饶命啊！嗯，既然如此，你来带路，我走，好，走，我走，我去，我。走，大人，你是何人？哼，俺是你爷爷黑旋风李逵。把刘太公的女儿交出来。是。我来。哎呀！
戴茂冲、梁山爷爷。哎哎哎！啊啊啊！哎呀！妈！戴茂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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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茂冲！嗯，哈哈，嗯，哎，嗯，哪儿跑？过来吧你，哎呀，兄弟，你也太性急了，和尚。为何不早说呀？梁山伯。正